来一起看一下心愿卡。哎，忠臣最骄傲的是第一次在队伍里成了哥哥，照顾弟弟们的情绪，带领大家逆风翻盘，成长了很多。我觉得到这里我收获了自己的成长，就作为了团队当中的哥哥，然后要带着大家一起往前去走，这个体验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也体会到了之前哥哥们带着我有多辛苦，所以其实也是在舞蹈当中去收获了生活的成长和经历。然后最好的朋友写了马东杰，最大的心愿在舞台上完成一支苗声作品，这是五年了，还是有一个执念在那里，就是要在这个舞台上去做一个属于自己风格的作品。好的，我们看下一个，马东杰啊，哦，这个字儿确实，最好的朋友是忠臣，最骄傲的事是为我的团队 battle 过，努力过，最遗憾的事儿，现在我的团队只剩我一个人。冠军，最大的心愿拿冠军。好的，我们看看周一翔，哇，这个字儿也是啊，也要练字啊，练字啊。You see, like, yes, there's some mistake. 我最骄傲的事情是从新生代中有幸被大家认可，担当了小队长。非常遗憾的事情是，在我当队长的时候没有带领大家取得胜利。非常感谢大家信任我，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然后全队解散了。最好的朋友，如果一定要从浩东、昂昂、鱼雷、Bad Machine， 我真的选不出来。如果一定要选的话，我选浩东。最大的心愿是下一季带着我的国家队的兄弟们一起来。平时都是我和我师父一起练，就是看东西会比较少，像这些这种活动就是把所有世界各地全部就是很好的舞者聚集到一起，去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比赛，一起竞技，就觉得这种机会是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无论是写了什么心愿，都希望你们能够为中国的街舞做出更多的贡献，就像现在带着你们跳舞前辈一样，当你们也到他们的位置的时候，也要像这样也带着你们的后辈一起前进，好不好？好的，谢谢。接下来的心愿作品，几位好朋友希望再留下一支帅气的纯 locking 作品，有请。Rayson 也好厉害。哇哇哇 ！OK， 音乐，七六哥，干杯了呀！哇！啊 ，this song。
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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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谢谢，太帅了，太帅了。四位队长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帅帅帅帅，太帅了，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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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还能再想出第二个字来了吗？太帅了，太帅了，特别帅，特别帅。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My God， My God。为什么给夜莺带同船呀？我中国人。Go go I'm go go I'm go go。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心愿卡，请看大屏幕。Riceball 的心愿单啊，最糟的事情是尝试如此多挑战啊、嗯，最遗憾的事情是第一轮没能拿到红色毛巾。最好的朋友就是涂鸦喷漆那支舞蹈的南瓜车组合，而他最大心愿是和刘雨昕一起跳舞。来，新队长。来。谢谢雨昕队长，哇！谢谢谢谢，厉害厉害厉害！好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两位的心愿，我们看一下。哎 ，Hiroko， 最骄傲的事情是穿高跟鞋 battle。哦，最遗憾的事情是作品里没有大胆挑战自我。最好的朋友 Deacons。哦。哇。最大的心愿再次参加这节，并且入决赛啊！哦。我们看看八度的最骄傲的事情，在节目中经历成长，挑战自己，改变自己。最好的朋友南瓜车，最大的心愿希望继续成为更好的舞者，让更多人喜欢跳舞。哎，其实回想一下整个节目参加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也经历了很多很好的回忆和收获。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选择继续努力，成为这一生中都看到非常优秀的舞者那样去成就自己。はい、日本から挑戦しに来てすごい大変やったんですけど、すごいいろんな経験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本当に SDC で人に伝えるアイデアだったりとか、例えば道に迷った時とかにこう安全な方じゃなくてちょっと挑戦の方を選んだ方がいい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一番言いたいですね。またこれを機会に。頑張ろうと思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再次感谢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谢谢。嘿，嘿。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请上的是思文，还有 AC。来，音乐。